各位同學，咁嗱，而家呢個咧就應該係佢個 series 問我，即係學嗰各位同學仔問我嗰個 series 嘅最後一條啦。咁啊拖咗好耐啊，咁先搞掂曬。咁就嗱，而家我present 埋呢條啦。呢條應該係佢即係我，但我都覺得奇怪，佢嗰份卷裡面其實有兩條，即係至少佢俾咗兩條啊，好長嘅題目嘅。咁呢條都係好長嘅。咁你睇下講咩先啊？呢條嗱，咁佢話咧。有一個 function， 呢個係quadratic equation 嚟，function 嚟噶。咁 k 係 positive， 叫你揾個 vertex 係 q， 咁叫你揾個 vertex。諗個 vertex 咧，其實係你發覺咧，其實係225係15嘅二次嚟嘅。咁所以其實呢三嚿嘢咧，啱啱好配合到咧，變咗一個 competing square 嘅。咁佢要揾 vertex 嘅話，即係 x 減15 k 嘅 square， 加24 k。咁所以個 Q 咧就係15 K 同埋24 K， 咁記低咗佢呢個先啊。咁就 A 做完噶啦 ，A 做完噶啦，兩分。好啦 ，B， 咁佢話咧，如果 GX 咧係 obtain by refact 個X YSS， 咁所以其實 GFX 咧就 refact 個 YSS 嘅話咧，就變咗個 GX 嘅話咧。咁即係等於GX 等於負 FX 啦。咁負 FX 咧，咁我用呢只 formula 去表達啦，就係負 X 減15 K 二次加25。咁加24 K 係寫錯咗添啊。咁嗱，你發個負嘅話，對於個二次方其實冇影響嘅，所以其實呢兩個負咧可以 cancel 咗佢噶啦，即係變咗 x 加15 k。咁佢有一 part 你要揾個 r 嘅坐標嘅，就個 vertex 就係個 r 嚟噶啦，就係負15 k 24 k。咁所以我喺呢度做埋佢啦，就係 r 係負15 k。24 K， 嗱咁我點解咁樣寫咧？因為其實我想將成個畫面就呈現俾你睇咧，唔使即係跳嚟跳去咁啊。當然一陣咧後面嗰啲 part 唔得噶啦。好啦，咁佢話咧，呢個啊 ，under certain transformation 啦 ，GX change to 呢個，change to 呢個嘅時候咧，咁就個我哋要睇下佢 vertex 係點行咯，好唔好啊？咁佢個 vertex 係佢話個 x。個 y-axis 係 s 嚇，係個啊唔係the vertex of g-x 係 r let the point cut the y-axis by s and 個 in centre 係 u anyway 啦，我計咗個 s 出嚟先啦，因為 s 係個點樣講咧，係個係咯，個 y-axis 嚟嘅，所以 put 個 x 係零落去，呢個啊 put 落去呢度啊，咁個 k 就計到個 y 就計到係負十二 k， 咁所以 u 係唔係 u 係 s 啊，s 係零負十二，哇！一陣咧我要揾嗰啲。揾嗰啲 point 出嚟，唔知點揾啊！真係咁嘅，即係多 point 係咪先？其實呢個即係處理啲多 data 嘅時候咧，你都會好容易 handicap 咧，個難度都係可以喺呢啲位置上面難。咁我做呢條數嘅感覺咧，就係佢啲 data 咧太多咧，你唔知喺邊度揾嚟揾去，咁揾死你嘅。咁第二樣嘢，咁佢要話咧 B 嗰度 describe 個 geometric meaning of transformation G to H 啊。咁所以我咧要將個 G 咧。咪將個 H 咧 transform 咗佢，睇下唔係變翻 competing square， 睇下佢變咗咩樣先，即係睇下佢變變咗什麼東西啊？咁所以咧個 HX 咧，我就加個唔好意思啊，起曬痰先啊，加15 k 嘅 all square 減15 k 嘅 all square 減12 k。x 加15 k 二次减225 k 二次再减12 k 嗱，
你睇翻個情況，即係其實佢個由個 GX 嗰度，其實佢呢 part 係冇喐過嘅，佢純粹係24K 變咗-225K 減24K 啫。所以其實佢成個過程應該係 downward 幾多格。咁所以我留呢度佢叫做 match 咁，即係 downward 啦。by 225K 嘅意思，小心啲文法啊，加36 225K 二次加36K。如果你用 upward 咧，就照擺嗰個數字落去就得噶啦。咁所以呢啲即係呢啲你小心啲啦。好，咁 express in terms of K 就 equation straight line pass through Q 同 S。嗱 ，Q 係呢點？我寫翻個 Q 出嚟先啊 ，Q 都好鬼死 Q 啊！15K、24K 喺呢度嚟嘅 Q。跟住就 S 喺呢度。哎頂！嗱 S 我寫錯咗啊，係-12K 嚟嘅呢個 S。我寫埋出嚟啊 ，S 嗰點坐標。咁所以 equation 咧用 point 用嗰個咩得噶啦？用個嗰叫做 two point form y 減-12即係+12k x 減零就等於係24k +12k over 15k。嗱呢度我唔同你糾纏落去啊，因為其實計出嚟都係即係啲運算嘅啫，就呢個嚟嘅。計到呢、這個，好嗱，差唔多搞掂咁滯噶啦。好啦，佢咧 by consider the perimeter and the area of the OQR， 跟住你揾個coordinate U。U 係咩嚟嘅咧 ？U 係 in centre 嚟㗎。嗱咁，所以我就首先要畫翻曬啲 point 出嚟先。好啦，咁我嗱畫翻曬佢出嚟先嚇，咁畫首先畫個QRS 嗰三點先啦，好唔好？咁我喺呢度畫啦。放大少少啊。我重新畫過那個坐標，因為我要就翻啲位啊，所以又是有一個問題啦，即係你見到畫呢啲圖咧都係好麻煩嘅時候咧，你畫得唔準咧，佢成條數又會錯嘅。Q 同個 R 係互相 reflect 就包個 x axis y axis 噶，咁所以高度一樣嘅，個 x coordinate 係正負調轉嘅啫。S 是-12K 啊，咁誒好在好在用 iPad 做咧，就你發覺其實可以就靚啲咯。嗱，留意啊，因為 U 係個 in centre 嚟噶，咁所以佢 by definition in centre 嘅 definition 咧就係 angle by theta。咁 angle by theta 咧，你其實呢兩隻角度已經一樣噶啦。因為你發覺互相對稱的呢些直角嚟噶，呢兩條邊一樣噶。我睇俾你睇曬先啊，所以個 in center U 一定喺呢度個位置 ，U 一定喺呢度，喺個 x axis 上面，所以佢個 U 咧應該係零度嘅。我記低咗呢樣嘢先啊，一陣我哋要計翻個 U 出嚟嘅。好，咁佢哋 consider 佢個面積嘛，咁我計個面積啦嗱，咁喺呢度計啦喎。area of triangle A RSQ Alpha 二底是呢個啊，底係呢個30K
高呢？高是这个啊，即是说由负十二一直升升到二十四，即是36K。咁所以个面积应该是540K 二次。好，个周界，周界呢个长度呢就是30K。我写中文啦，即是 perimeter 就30K。再加呢个长度，呢个长度呢 15K 嘅二次。加24K 減 12K， 即是加 12K 的二次开分方。你可以按一按这个数，这个数都是靓数来的，15的二次加36的二次是开方，39来的，所以这个是 39K， 所以这个是 78K 二次，78K。咁計出嚟嗰個咧，即係108K。好啦，搞掂咗呢個。咁嗱，另外一個問題咧，其實佢點解話要你 consider 呢個嘢而揾到佢個 U 個 coordinates 咧？其實我係俾你睇睇先啦。嗱，因為其實佢呢個係 in circle in center 嚟嘅。咁個 in center 咧，咁所以佢個應該係 touch 佢個。即是一個位嘅啫，咁呢啲係直角嚟噶，呢個係直角嚟嘅，呢個係直角嚟嘅，咁所以呢個係半徑嚟嘅。嗱，只要你揾到個半徑，將個半徑即係24K 減個半徑，咁咪就係 U 嗰個坐標咯，係咪？咁所以其實揾個 U 嗰個坐標啦。呢度咧有一條 well known fact 嘅 equation 嘅，但係一陣我做埋個 proof 俾你嘅，就是、面積三維面積。in circle 嗰個三個人嘅面積係等於 alpha 二乘 p，p 係周界，三人嘅周界，再乘 r。我會 proof 俾你睇嘅呢個嗱，我點 proof 咧？就用以下嘅方法 proof 啦，間咗先。三角形 RSQ 的面積其實等於三角形 RUS 加三角形，即是這個RUS 這個加這個 RQU 再加 QUS。这个面积不知道，这个是 Alpha 二乘 RS 再乘个 R， 即是这个底乘高，另外那个都是底乘高，另外那个又是底乘高，但底乘高呢全部都是 R 来的嘛，这些半径来的嘛，所以这里继续写下去了。我印象裡面 DSE 裡面是出過這條 proof 的，出過這條 proof 的，但我個年份呢我就有少模糊了，有少模糊的，即是不知唔記得哪年了。好了，抽個二分一出來，再 R 出來，這三個數字加起來就是周界來的了，是吧？這個面積那代回下去，這個代 108K，这个代sorry， 不是 108K 啊，这个代540啊，咁计到 R 咧系10K， 所以 U 嗰个坐标系014，就系咁样嗱，记低咗 U 嗰个坐标系014先啊，嗱咁啊开始嗱。我基本上做了这么多 part 的了，做了
揾翻個 U 個坐標噶啦。咁啊，最難就呢個啦。咁你見到嗰位同學仔就呢度打個問號，我諗都係問呢樣嘢啫。佢話咧 ，suppose 個 increase circle of Q 誒 RS， 即係呢個啦，講緊呢個 circle 嘅啫。touch 佢嗰點係叫 T。touch QS 嗰點係 T。咁 it is given that U 咧係V 咧係負六十。同埋負五十三嗱，咁我畫嗰幅圖出嚟俾你睇下嗱，我畫嗰幅圖出嚟，即係攞走咗啲嘢先。貼落去啊！查咗啲唔要嘅嘢，咁佢有一點坐標係負六十、負五啊三，即係大約呢度啦。叫 V， 咁佢問你咧，到底啊呢個可唔可以變成一個長方形咧？長方形 STUV 嗱，如果係可以變成一個長方形咧，佢個即目標係要點咧？第一樣嘢咧就係對邊相等，同埋有一隻直角。咁所以咧，其實你嗱個 necessary condition 咧就係要 R 咧，即係呢個長度就等於呢、這個。咁所以咧，我就住呢個問題咧 set 條式出嚟先。set 一條式出嚟先啦，即係話咧個 R 係即係你起碼要長方形嘅話，即 SV 係要等於個 R 先。咁呢度咧我計出嚟就 SV 就係開方六十嘅二次加負五十三加十二 K 嘅二次等於十 K 嘅二次。好啦。嗱，呢度計到出嚟咧，條過渣條嚟噶，咁我好快就咁寫個結果出嚟啦。咁 K 咧有兩個數嘅，一個六點五，一個咧就二四九三 over 二十二，你可以 check check 啊。好，第二樣嘢咧，佢要個 condition 咧就係要呢一直係咪直角？即係佢要呢只係直角啦，因為我點解唔用 T 咧？因為我 T 嗰個坐標我冇啊，我 T 嗰個坐標冇啊，咁所以我就要 check 呢個係咪直角先。咁我就兩個數代落去睇係咪直角啦。好啦，嗱 for 我整個唔得嗰個先啦。for 二九for K 是等於是四九四十三 over 二十二嘅時候啊，咁 slope of VU 乘 slope of VS 咧，即係呢個 slope 乘呢個 slope， 我睇下佢咪負一咯。你至少要負一，你先會即係四直角噶嘛。咁我 check 佢咯。好啦，呢個咧就會計到係減翻佢啦，嗱要代落去好鬼死狗噶啦 ，U 嗰點坐標係呢個嚟噶，零跟住就我睇翻先 ，U 喺邊度先？十四 K 啊，屌我都係成日寫錯啦，咁所以你就要計咧，就會係十四乘四九。三 over 二十二減翻六十，即加六減翻五十負五十三，即加五十三，再除零減六十，即六十，再乘翻 VS 嗰、那個就負十二乘四九三 over 廿二加五十三除以六十，咁呢個唔等於負一嘅，咁所以呢個 case reject 咗佢噶。OK， 我褪走咗佢先啦，褪咗佢先。
咁好啦，擺落去即係好啦，跟住就for k 等於63.5嘅時候咧，個 slope of vs 乘 slope of uv 就等於係91。6.5乘十乘14係91啦，減-53即係加53。在這些位置上你發到一些 data， 因為 你手頭上沒有 data 在那裡嘛，你要畫出來的嘛，所以其實你它是令到你做數的時候 handicap 了那個 data 的 management， 即是 management of data 呢其實是出問題，就在這些位置上你要即 去搞咯。好了，乘出來是負1來的，即是說這個是直角來的 K 是這個是直角來的 K 是6.5 的時候。好，未得的喎，未得的喎，我仲要 check 埋呢一隻係咪直角？睇下先啊，係啦，呢隻，因為你呢隻直角嘅話咧，咁對邊相等加個加一隻加兩三隻直角，咁你全部一定係直角噶啦。咁所以我哋要 check 埋咧 ，slope of QS QS 上邊度先？係啦，嗱，其實 slope of QS 可以計到嘅，即係呢個就唔係 QST 啦，係呢個同呢個乘埋係咪負一？係嘛？咁嗱，我你自己 check 啦，呢個都係 yes 噶。check 埋 slope of QS 乘 slope of SV 等於負一，當然你可以將個方法精簡咗佢嘅，咁所以呢個係 can 噶，佢問可唔可以，咁即係最尾嗰 part 係 can 嘅，嗱我俾你睇翻先，呢個佢可唔可以 possible 係 rectangle， 可以啦，當然因為對邊有一對邊是相等，同埋四隻都是直角，咁佢一定 rectangle 嚟噶，所以 yes 嗱，咁啊多謝各位同學先啊，咁呢條比較 present 得長啲啊，咁我準備嘅時候咧都係啲數字上面，我俾翻你睇個圖個原裝版本幅嗰條題目先，呢度完整噶啦，咁啊做嘅時候都係做咗一段時間先做得完嘅，咁好啦，最後啊各位同學，如果即係你覺得幫到你嘅，幫到你哋嘅，咁你可以 subscribe Dr. K 的 message 呢個 channel 嘅，咁我哋即係可唔可以持續發展咧，都係靠即係你哋大家各位support 啦。咁好啦，咁去到呢度啦，多謝各位同學，好，拜拜。